刘德华不愧为天王级别的巨星，帅气大方的颜值和洒脱的个性，以及实力派的演技融于一身，简直是无懈可击。还记得那首《忘情水》、那部《十面埋伏》等等，刘德华与郭富城、张学友、黎明并称四大天王。郭富城和网红闹得沸沸扬扬、绯闻纷飞的时候，刘德华却依旧低调，他的感情生活向来备受大家关注。2008年，刘德华与女神朱丽倩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后来狗仔爆料才知道刘德华已婚，且妻子是女神朱丽倩。刘德华被公认是娱乐圈里的好男人，天王刘德华则十分传统的娶了年岁相仿的朱丽倩，他对妻子保护可谓是滴水也不漏的侦探级别保密。从两人谈恋爱到结婚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朱丽倩的芳容，其实朱丽倩颜值还是相当高的，刘德华有意识保护她，所以将她藏起来。朱丽倩年轻时确实漂亮，虽然知道刘德华把妻子藏了31年是为了让她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他还是有粉丝调侃华仔是觉得妻子太漂亮，所以把她给藏了起来，舍不得让大家看吧。不得不说，刘德华的这首《金屋藏娇》确实很厉害。前不久爆出的天王扫进照，刘德华妻子如今长这样，引来网友吐槽配不上天王。刘德华他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，好爸爸、好丈夫、好男人。